近日，港媒拍到了周星驰和17岁落选港姐张小琪甜蜜约会的视频，疑似传出爷孙恋。从媒体拍到的画面中可以看出，二人一同乘坐星爷的豪华游艇出海游玩，不时贴面耳语，看起来十分亲密。彻底玩开之后，周星驰也放飞自我，跟一群美女一起玩无绳滑水，大显身手，还在游艇甲板上向女生涉水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据港媒报道，周星驰是几个月前与张小琪在一个船河派对上认识的，两人一见面就互通了联系方式，但周星驰向来谨慎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两人通讯从来不会打字或语音，而是通过视频，见了面之后也不会合照。不过周星驰对张小琪几乎无微不至，对于两人的恋情爆料，不少网友表示太离谱。众所周知，周星驰已有59岁，而张小琪只有17岁，这样的年龄差让人难以接受。对于此事，星爷助理出面辟谣称，周星驰跟那女生并不熟，一帮人出海玩水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写成这样。无论怎么说，周星驰如果真有新恋情，相信大家一定会祝福他，如果没有，媒体也不要随便造谣了。